哎，你们不救人吗？真的假的？ 哪去了？ 刷分呐，这个人！ 哇，真狗！
还有魔术棒啊？他卡了。哎呦，好巧哦，好。蹦出来吓死你！走这边吧，可能会是，我觉得应该不是佣兵吧。狗哪里了？脱手炸！换个人锤不是特别好啊。这要是换人锤，我就炸了。
我不是很懂他冲过来，冲过来干嘛？完蛋了！炸了呀！炸了炸了炸了，他那边在摸人，一万个人摸。手机子，手机子。一个人都没挂上，炸了！还让黑妹叠了个三层。这波让他救。
哎呦，被狙了，难受。这图得把结石放出来，放出来打。要么搬结石就不要用女巫了。出人点有点差呀，这种地方容易开局就被看见。是不是结石？磁铁。双刀了，哎呦，主体卡我了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别别别别别别！
哎，完了！别跳！哇，我难受的一批。完了，散跑了。哎呀，能赢的局。去一趟大船。赌一个祭司，前锋啊！天哪，调香师。又炸了，这边又给他跑马拉松了，我亏死。不追了。至于了，怎么没椅子呀？
你不拦路吗？哎呦，手忙脚乱的，我也是醉了。哎，人生的大起大落，妈吓死我了。抓一个机械师，前锋。这边呢，机械。哎呦嘞！快炸！三号呢？三号呢？动起来呀！干嘛呢？
哎呦，这个原声我真的是。啊！完蛋！完蛋！宿主离开游戏。完蛋！完蛋！一切都完了。我还用寄生的打了他一刀。平了平了平了，浪平了，能赢的局。我寄生错人了，怎么寄生给了个？很烦，寄生的是魔术师，我以为寄生的是前锋，结果签了签的那人没了。哎哎，三跑了！玩蛇，玩蛇，还被他娃娃偷了一下。小木屋。大王也有结石，看见了，废墟，赶快点，赶快点。
哎，你不是听见它跳起来了吗？完蛋，它跑掉了。啊，这个闪现！这玩意要炸了呀！这个小电机，这么快？炸了呀！
再不把他挂了，他起来跳个地窖更完蛋了。一直被结石跑马拉松就很烦，寄生也没寄生到。没修了，调箱可以追。这么狗的吗？我直接跟你跑。差点翻车了，其实刚才可以不用交闪的，但万一空刀了我就完了，我必须交。应该从大房过来了，或者从这个角落过来的。二挂了呀，还被震着了。二挂呀，结石在想什么？好路你不走，你非要走到这两个树的这边，找对手。这也太矮了，
贵了都，今天晚上就压根没上分，一直在快乐。碰到结石，我下次不管娃娃了，我就直接怼结石真人了，磁铁跑了。里面修的是调香，调香不管了。那楼上应该是结石啊。又跑马拉松，哎呦嘞，难受！我靠，闪不出去吗？信徒全没了。我靠，这么快呀！炸了炸了炸了，又炸了。
觉在这儿。哎，不想留一个，留他没用，你又玩不来了，炸了。机械师，在玩手机。等火，不着急。冲了，冲了就炸了。摘个种子，过半，过半，哎呀，不给力。不锈电击，全力爆他！
哇，亮了！是可以平，但我不想平了。三家想绕过来，地窖不在这儿，还是平的呀。是吧？我不操控那个原生了，原生要自己跟着吧。哇，这机械是修的爽啊。往脸上走干嘛呀？
哇，这么快！我操！人生怎么乱跑啊？这下可好，谁都抓不着了。炸了炸了炸了！白给，快乐女巫。